我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来到了亚特兰蒂斯，本来带他们来一下水族馆看一看的，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就是要拍照了。魔鬼鱼好像是，嗯，啊，多好吃哈！嗯，吃呀都好吃，是不但是好吃。那鲨鱼呢？那这个呢？鲨鱼。下雨了耶，这个不知道什么雨。好了，我们去逛失落空间水族馆了。拍视频也拍点，拍照片也拍点。一、二、三，一条条挂在那里，好像有一条鱼已经游走了，就那边。鲨鱼、鳐鱼、宝宝幼儿园，现在就是看各种鱼，看各种鱼。哎，咋了呢？那你们在搜一块？哎，品种不一样，有些这个水母不知道有没有毒，有些水母有剧毒的。发现的是水母，蜇类的，就是当它听海蜇，各种估计差不多一种品种。哎，好丝滑。能不能休息两天呢？好柔软的感觉。3:15，这里有美人鱼表演。很多在里面，它伪装得很好。那我们的白鲸呢，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海洋生物啊，有着相当于人类7岁小朋友的智商。它们经过一些训练呢，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口令的。那现在跟我们下来的呢，便是我们的男生啊，是我们的安迪，我们馆里的男孩子，他今年已经16岁了。Hello。那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。
我们把你的身体特征等一下方便和女生进行区分。是我们的女生 Tina 啊，是我们河南的女孩子，她今年已经14岁了。14岁了呀？对啊，14岁了。那白鲸的寿命呢，一般是在40到50年之间的。那这个呢，便是我们广大的女孩子，我们大家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她。念给你，念给你，哎，你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水族馆了。水族馆好不好看？那不好看。鱼多不多？多。再来一个抹茶的吧。这个香草的有点化，感觉。它比其他的稍微软。嗯，对。买个3个哈根达斯的球，来。冰了。太冰了。买了一个海苔，爆米花，直接给我就好了。好吧，谢谢。嗯，好。海苔味的，妈，你吃几个？嗯。那不给不点，给海苔味。哎哎。在里面买了点冰淇淋，买点爆米花。先稍微边吃边走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免税店，免税店那边也有很多吃的，然后吃完也可以再逛一逛。我们可以先吃饭或者先逛。好，先记好了，先。嗯，好。走了，去免税店那边啊。豆花，还有富山，你吃吃看。你这是？喂，你买弄啥一份子？好养呀！嗯，你吃是随便吃的，你吃起来好甜。甜不甜？怎么刚没加糖？嗯，好甜。嗯，其实估计是这个上头东西一点点甜了。自家喂，机会来了。芒果冰沙，你还不知道？你这个又是别的？反正是那种桂林糕之类的东西。桂林糕。什么糯米，各种芋圆，各种东西。现在准备去吃晚饭了，刚刚免税店这边逛的那边。逛了真的是累死了，我真逛困了，我感觉我体力都没我外婆好。免税店东西实在太贵了，我妈他们不舍得买，然后我给他们买了一支护手霜。吃好饭回酒店了。好了，我现在来做今天的汇报总结了。我已经洗好澡了，然后剪辑好视频，把视频传给小偷了，让他自己上传到网上去啊。今天回来了比较早，大概7点钟的样子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就各自洗澡，然后洗完澡就在下面那个客厅看电视，吃瓜子啊，跳舞啊，然后我就在那里剪辑视频啊。我觉得这个节奏刚刚好。现在当然我妈、我阿姨、我外婆他们已经睡着了，因为11点多了嘛。我本来是一个人睡在楼上的那个主卧的，但是我妈怕我怕，然后跟我一起睡了。其实今天好像也没干什么事，就是换了个酒店，然后去了一下水族馆亚特兰蒂斯那边拍照。我觉得水族馆他们应该是喜欢的，因为是他们以前没有见过的嘛，特别是亚特兰蒂斯那一大块的大玻璃，就是还是挺震撼的。我前两天是住3幺湾那边的，这两天是住海棠湾的，所以我打算明天先去蜈支洲岛，因为蜈支洲这边过去还是蛮近的嘛。我听说排队上岛的人不是特别多，所以我准备当天去当天回。嗯，祝我好运吧。大家给我加油吧，加油。